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在期待这一个影片，不是。哇 ！DJI Osmo Action 5 Pro 刚刚拿到了今天发布的机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整班人要来这边啊。这是 DJI 第一次有 Pro 制的运动相机，为什么有 Pro 呢？它有更好的 sensor， 更好的芯片，更耐的电池，更好的 screen， 还有一个是它第一个用上了有压力检测器的这个功能，就是它下水它会自动 detect， 然后就开始录，然后上水就自动停。先把总结讲在前提，这一台应该就是 DJI 价钱里面最贵，而且是最厉害的一台运动相机。但是每一台都应该是最厉害的，不是？是功能最接近完美的运动相机。先来开箱先，现在从盒子就可以看到它的外形是没有改变的，真的跟上一代一模一样哦。没有啦，这里有换了，写着 Action 5。然后里面还有各种的配件、配型、脚、1.5 米的 selfie pod cable， 还有它的 extra 电池，它是有三粒的。1950毫安，等下我们就会下水，然后拿上一代的 Action 4跟这一代最新的 Action 5 Pro 对比，看看到底他们的真实差别在哪里。下水之前先给你们看看外形的对比，当我认真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看到其实啦是有一点差别的，它有红色的圈圈， Action 4是没有的啊。 Touch screen 没错，两个都可以 touch， 但是 Action 5 Pro 还用的是 OLED screen， 前后都是 OLED，Action 4 不是啊，也因为这样子它的边框做到更加窄了，所以你整个看上去哦， Action 5 Pro 的画面是更大一点的，蛮明显的哦。然后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哦，它用上了最新的 EU 1.3 寸的 sensor， 还有一个 13.5 的 dynamic range。 现在我用这 Action 5 Pro， 我可以拍到很亮很亮的地方，然后也可以拍到很暗很暗的地方。而且呢，这次还 support 了 HLG Hybrid Log Gamma 格式，它拍出来的 shadow 和 highlight 会比较丰富，基本上呢，你是不用什么后期调色了的。OK， 这样我们要下水了，换衣服。哇，那台 DJI Action 5 Pro 呢，它可以裸机下水20米，但是可不可以下海水，我是不懂啊。游泳池就一定可以哦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啊！他都没有给我一二三的哦，讲下就下的哦，我还没有吸到一口气，我掉下去哦。你看他讲下就下，我都还没有 ready 哦。你拍什么鬼哦？哎，但是颜色很美。刚因为我下去的时候啊，我们拿着我没有 fin 嘛，我要手一直滑嘛。但画面出来还算是稳定的哦。我追你的时候会这样子追。防抖。防抖其实 OK 哦，带水底。然后 tracking 和 subject centering 功能，就是你不用 gimbal， 你都可以做到完美的追踪和识别物体。它会自动 crop， 然后把 subject 自动识别在中间，看到没有？重点功能就是 pressure gauge， 刚才我讲过了吗？就是说我下去，我不用按，它就会自动开始录。所以这是不是可以呢？你再去试一下，马上。没有录啊？没有开，下去吧。哇！哇，真的是金鱼下去啊！那它下水的时候呢，就会自动记录 underwater depth duration 还有 altitude data。它都自动录啊？对。哎，真的有秀哎！它全部秀完每一个下去的那种数据，这个是上一代没有的东西。所以你找很多潜水员啊，你是一下水的时候都是忘记按了。所以它现在这个功能是非常非常好，潜水员们你们很需要。基本上呢，它一detect到你下水了，它就会自动 record， 离开水面呢就会暂停拍摄了。而且这次呢，它还可以拍到4:3 ratio 的 4K 120fps 的 video， 虽然跟16:9一样都是直屏啦，但是拍4:3的话呢，其实有更多的构图空间。这样子在 edit 的时候呢，你会有更大的空间就可以调整哦。然后 frame capture 可以是去到了 4K 画质就更清更好看啦。然后当你用 apps download 照片或者是 video 的时候呢，就算你的手机推出换去别的 app， Mimo app 也会继续在后台下载的哦。另外呢，它还支持 D-Log and Flat Color Profile 调色，就更方便，在电话就可以 set 得了啦。那这个就是提升了 dynamic range 之后拍出来的效果，是在很亮很亮的情况下拍，它的曝光度也控制得很好。这个呢，就是在 low light 的情况拍 4K 60fps， 它的效果也是 OK 的哦。啊，还有一个新功能叫做 AOD， 在你拍摄的时候或者过档的时候会有这个 AOD， 这样你就可以更省电，也可以给你运动，不会因为一直看着 screen 所以分心哦。我刚无论是在水里面看还是在上网水面看哦，它这个 screen 的那个颜色呈现真的都很好看，整个是非常鲜艳的，我这样子看我就觉得很美。然后蓝蓝的天空，蓝蓝的水面，非常想拿去海上面之后再试到底看效果怎样。经过了短暂的游泳测试之后，基本上可以给你们总结哦，
Action 5 Pro 这次的进步真的不是一点半点，尤其是当我拿出上一代的撕出来对比的情况下，先不讲什么自动下水拍摄这一点，只是单单颜色就已经很大差别了，进步非常多，非常美，真的真的很美，真的真的哇，美到啊，真的。跟具体能力讲呢，因为他是用惯 DJI 的人，他是讲从自的时候呢已经是颜色非常非常美，基本上可以说封神了。但是到五的时候，一把四放在旁边，突然发现它没有这么美，因为这一代真的是特别好看。包括它还有其他很实用的功能，比如说它可以 subject centering 加 focus 功能呢，又可以切成4:3比例了，然后还有就是可以 detect 到水压，然后自动拍。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电池也进步了，就是它可以连续拍4小时。For example， 你去 dive 一个 dive 是50分钟嘛，这样子你就可以潜4次。基本上够一天用了，这个是我们拍了大概两个小时，现在我们还有51%。For information， 普通的运动相机是那2小时，它是4小时。另外，它还有一点就是它里面有内置47GB是可以用的，就算你没有带 memory card， 它都可以继续拍。我们刚才拍了这样久，没有 memory card 的，而且我还拍 4K。自己拍 extreme sport 的人呢，他最低是可以到-20°C，最高温到45°C啦。然后如果你是有需要的话，其实还是可以借wireless mic 的，就是可以借2个 DJI Mic 2，一代不能啦。结束之前，在这边列给你们看看还有一些其他硬件规格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下次有机会的话再带去潜水实测给你们看。